线盘的，它板栗。黄线是监控希望的方向，蓝线是我飞机实际的方向，明白了吗？目标就是飞控希望它抓那条飞。好，三毛四。一号号。正常的电台。我拿了个线。我们今天两个都没办，都用不了。要吗？是报的哪个错误？写的啥？念一下。巡逻船全红了，不是要的指向是错误，看不清。那我先下来。高度，高度多少了？高度七十。啊，太高了。高度起来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二十、二十了。成功了吗？肯定成功了，我二十多了。权益停了，看权益电源回不回来。这个权益电源四十六，四十八。第一次装飞机吗？是你生产的，我生产的。我当时想看这俩早忘了。嗯。现在了，我在爆爆红，这样没问题啊。还在爆是吧？对，爆红。你把太阳指南针把两个都开开去。我操！你家奶奶第一次用地面饭，你是不是贾伟？哈哈哈哈哈！专业一点，专业一点。二光了。我操！这个，反正不光了，行了，光了不报了啊！现在报错吗？康帕斯，建行。那报福建河没问题，但是不要去过头。你敢不出去吗？找了吗？找了。那今天你把这套揉一揉。把一个大油找到一段。嗯，现在走航线呢？随便飞。啊啊！你光打肉是吧？光打肉的。嗯。妈呀！这他妈是自己车吗？我操，开到这么快。你有口罩？嘉伟那有口罩。戴口罩的，还报还报错，又报了超怕时间长，你看这拐弯的时候就报错，飞线飞直线，我没打算。飞直线，这跟咱平时报错是一个道理，这报都一样。哎，返航了？切了吗？是啊，还是不如说。哦，我咋感觉飞机车？有说不到道理吧？没有，我他妈能看见。这是什么瞎跟我说？那他妈那离得太可远了，我飞公司了。要不先降？要不先降吧，视频还大，要不？加一发 RTL 吧。降吧。我能看见就在这儿，我操！我瞎呀，我他妈看得见。我得拉线路。RTL。别点返航行吗？上面有个返航点一下，别点上面返航。稍微点一下，把它点了。啊，一拐弯就摆到他妈的开了，也没样。应该一二都能开，这飞控好像有问题。飞控有问题。飞机上不能算法不好使吗？
哎，要降了、啊、这边。不会盘的，等等，他是不是进 lighter 了？现在模式。RTL。挪一下，挪一下。到的远吧？怎么？我操！这两百米切 Q RTL 了。这电池没问题了。两百米切的。210、220、213、214，往涨的。啊，飞的，飞的，飞的。啊。五速二十二。我知道，看能看得见。250米了，降降高吧。再推的了。哎，可以换了，牛哥。现在俯仰能低多少度？15多。向下冲15，有没有？没有。多少度？我操！看，咋能抬头20度了？你肯定，肯定低头呀！我这看是低头的。我牛，我这等会儿。看地平仪啊，降了下来了，这个226，对，降下来了，220，头朝下吧，切了，切好尔吧，再飞，再降。你这有角度保护吗？现在，那你随便按右呀，对，我就说嘛，降慢点，100。这比八牛好飞多了，现在看。再下载了吗？你们这人呢？哈哈哈哈哈！先转吧。校准上传不用点下载，指南校准指南针不用点。对啊，下载了什么？切完。50。好了吗？看着你的。过。看他干嘛？过。再升高啊！升高。快点。下来了，我断了呀，断了，这电台断了，来，快走，快走，下来了，没事没事，我能控制。往前一点，这灰太大了，往前一点，往前一点，退一下，退一下。对，往后挪一下。干什么？啊。有石头，注意一下啊！那放了。